好的，继续介绍我们的下一首歌。下一首歌呢，它是一首算是抒情歌吧，然后它是在写一种就是，或者你跟一个你有一个对象，然后跟他相处得很好，然后也很有感觉这样子，但是后来发现他有另一半了，或者是结婚了，然后就是舍不得之下，然后又因为又没有办法完成这一段，所以就自己去退出了，叫做不曾后悔爱上你这首歌，你们就听看看。不曾后悔爱上你，好的。可是我